乡亲们呐，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消息！谁要是知道那个铁面侠藏在哪儿，就第一时间告诉咱们，虎牙山定会重重有赏，重重有赏！如果知道，还有谁？谁？知情不报，一定会将其。走吧。啊，走，走。这上面写的铁面怪，我们知道你是赵安之子，限你在明天未时之前出现在赵家庄，否则我们会把赵安夫妇的坟墓掘开，把尸骨挫骨扬灰，让你做个不孝的忤逆之子，即便死后也无颜面见爹娘。虎牙山说到做到。哎呦，早就传闻这虎牙山残暴，没想到这么残暴。是太呀，可怜可怜我吧。子龙，子龙，行，子龙，子龙，我告诉你，出大事了。子龙，我跟你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今天去那边看到一个告示，那上面说让你明天出现在赵家庄，如果你不出现，就把你父母的坟墓挖开，还要挫骨扬灰，让你做个不孝子孙。看着真高，看着相貌，应该是这个人呐。哎，嘿嘿，对呀，正所谓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咱们是有准备来的。画像，上苍有眼，这回我算是发大财了。好吧，现在我让你画像变遗像。还不行，你说就我这么高的身手，万一失手打死了他，这回去怎么向债主交代呀？一二三四，对，胡爷爷，我不知道您老人家在这儿，我冒犯了。你冷静啊！你冷静。我也，我也冷静。说实话呀，咱们是一家人啊。对，拜托个爷爷，我有个小名，我叫龙龙，啊，青龙。别冲动啊！别冲动啊！我没瞎干什么呀，我。饶了我吧！饶了！您这是？哎呦！您这是？我真啊！哎呀，没事儿，这是我们家养的白虎，它不吃人的。你们家还养这花样儿？啊。请问您是？大嫂，你看我。大嫂，我都成这样了，你都看不出我是干什么的吗？哎。
俗话说得好，小孩没娘啊，说来话长啊，我从小就没有爹呀，是隔壁老王把我养活大的。大嫂啊，我是一个要饭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这么胖，我是几天要不到没吃的东西，我真是饿得浮肿啊！我走到这儿吧，我是想歇歇，谁知道碰见你们家这白祖宗了，他要吃我。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吃人的。是这样，如果说你几天没有吃东西，在这儿吧，您又怕他的话，要不然您换个地方休息，行吗？那你这。这白爷爷他就没事，哎，你先别上去，别吓着老人家了，赶紧的。他还挺听话。哎，那我走了，大嫂，不用扶，不用扶，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给钱啊，不用给钱，不用给钱。哎呀，哎，等一下，你东西掉了。山贼，子龙，他是山贼。越不听话了，如果你再四处乱跑，我可要收拾你了。嗯，小姐，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进城吧。哎呀，别走，别走，大哥，大嫂，我错了啊！牙都给我打掉了，饶了我吧。说，我全说，我全说啊。你们想知道我全说，别再打我了。其实吧，我呀，站住！站住！子龙，快追，让他跑掉，我们就完蛋了。
前面好像有只大白狗，骏马追得这么快。不是大白狗，原来是只大老虎。爹，你试一下这个坎肩吧。哦。哦，这坎肩颜色艳了点。嗯。爹穿这个肯定不妥，要不送给柳慎吧。他，算了吧，他那么瘦，怎么能衬得起这个坎肩呢？哦，那送给你谢四叔，他长得不干瘦，肯定衬得起。哎呀，爹，你就不要瞎操心了。难道这坎肩是专门为一个人缝制的？难道是子龙？爹，你就不要取笑女儿了。师叔，师叔，哎，子龙呢？没回来啊？还没回来呢？嗯。今天有人看见啊，他在县城的神仙汤寓所帮一个女的跟好几个将军打架，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帮一个女的？对啊，好几个人都看到了。哎，那子龙会不会有事啊？我怎么知道？放心吧，子龙聪慧，不会有事的。哎，子龙回来了。那个，这个是你家，还是你去吧？你去吧。啊！怀中兄弟来了。嗯，李校尉，是我。你不是那个豆腐房的掌柜吗？是，我跟怀中兄弟到山坡上一些事情。什么事啊？柳慎，跟我来。哎！啊啊！叫你呢。哦哦，哎，师叔。哎，坐吧。嗯。要不我先把你送回住处，你先歇一会儿，我得去一趟师叔家，跟他道一声平安。我也要去你师叔家里，也见一见柳慎跟你天天提到的飞燕姑娘。好吧，嗯，那就见一见。撤。哎，这个周怀中啊，以前在御林军应过职，我爹和我师伯带着两柄剑逃出宫后，随后他也跟着来到长山了，就住在附近。哦，当然了，后来又有十几个人都来到了长山，他们都隐居在各处，时时刻刻关注着朝廷的动向，偶尔啊，会跟我爹商议事情。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怪不得了。上一次他怀疑我们是董卓探子的时候，宁愿放弃整间豆腐房，也不能够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原来是这样啊。这回肯定是子龙。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如何吧? 比如说 飞燕妹妹可比我想象中漂亮多了，怪不得柳慎和赵子龙天天念叨。他都说我什么了？哦，他俩整天夸你呢，尤其是那个赵子龙，他说你聪明、能干，还温柔体贴，是贤妻良母的典范。嗯，谁要是娶了你啊，那可真的是祖上几辈子烧了高香了呢。 我真是要谢谢他的费心和夸奖了。嗯，这是给你俩刚热好的，趁热喝吧。谢谢啦。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嗯，好吃你就多吃点吧。从小到大一直都有口福能吃到这么美味的东西，哼，让人羡慕死了。换成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有你这么一个小时候一起玩耍的好伙伴，长大后又是无话不谈的好，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赵子龙是不是跟你说，我们两个人？ 是从小一块长大，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啊，啊，是不是？哦，青衣姑娘，他来了，你自己问他吧。赵子龙，你是不是跟青衣姑娘说，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无话不说的好兄弟？是啊，怎么了？你给我，我还没吃饭呢，你喝什么喝？ 有没有什么吃的？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放肆了，有句话说得好，男女授受不亲。你今天竟然牵青衣姐姐的手，我这不是以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不要进我们家厨房，听懂了吗？啊，嗯，飞燕妹妹的话你没听清吗？她已经下了逐客令，请你出去，你还不走，非得撵才走啊！ 子龙，师叔找你。好。